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mall Lemon。那这期影片呢，我们将会来实测30等的这支 kit 哦。那这支 kit 的一个用途就是，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呢，它会掉落一点电池。当你捡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回血。那你回血之后呢，你的血量应该不能说是回血，应该是增加血量。这支影片觉得开心，有一瞬间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的话，那也请各位帮我按赞、订阅、还分享。刚挂机挂的有点久，所以隔壁家已经开始偷断池，不行不行，那降落有点难哦。跳高高！啊，没吸到哦！啊，真的没吸到，什么意思？不行啦！废的吗？来跑掉先，跑掉先，它有30多颗。滴血，咦，再去吸一点那个血液，可以去偷家了。哎 ，Purple 直接 leave 了 ，Purple 直接拉皮，这边爆气了啊！我看到什么？我拿绿宝石拿掉了。红龟，你怎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您所搜寻的红龟因为拿物资拿失败跳空。好的，刚刚从中间搜刮了一大波的绿宝石，现在回来等着钻石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出门打架了。钻石甲打起来会有点舒服，因为对我难哦。我错误的以为这样就会打架。橘子竟然是调查兵团，先走。谢谢，多谢你的血量送给我。他跑走，他跑走了。我觉得以后我打 solo， 我可以考虑多带一点，真的超级 OK。我真的好。我不打你的床，我不打你的马，我不打你，别打我，我帮你灭隔壁家。玩的话，我是最讨厌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，他偷偷射我，给你一个雪球，不成精，玩死掉，浪费。Yeah.
哇！